梁靜茹嘅聲音點樣吸引到李宗盛？佢話我嘅聲音融合咗好幾個歌手嘅特色，我係廣東人。又有馬拉話的口音，我好像爸爸一樣瘋狂唱歌，但是我媽咪想我讀書。鄭丹瑞、梁靜茹，《愛的那一頁》，美國康寧呈獻，《Home Sweet Home》，星期六晚9:30，Now101台。